大家好，我系营养师 Jason。咁今日咧，我就会同大家咧去讲下我哋嘅新产品 Rusana 消化酵素嘅。咁咧，相信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其实咧都应付咗好多唔同嘅消化道嘅问题嘅。成日食得太多嘢嘅时间咧，都有啲食滞嘅情况啦，消化不良呢啲情况。其实咧呢、这个时间咧，就系、是、应该咧去食用 Rusana 消化酵素一个好好嘅时间啦。點解呢？其實第一樣嘢就係因為咧，喺我哋身體裏面嚟講咧，消化酵素咧係會隨住年齡咧而不停咁樣下降嘅。咁所以咧，點解我哋需要由補充品嘅形式咧去攝取一啲消化酵素？而 Rusana 消化酵素裏面咧，其實包含咗7種唔同嘅消化酵素嘅成分，去幫助我哋消化咧唔同嘅巨量營養素嘅。包括咧就係蛋白質啦、碳水化合物啦，同埋脂肪呢啲成分嘅，咁令到我哋咧喺消化過程裏面咧更加輕鬆啦，減低我哋消化道嘅一個負擔嘅。咁當然啦，咁樣仲未夠嘅，除咗話解決到我哋一啲支援到我哋消化道嘅一啲問題之外咧，其實我哋 Rusana 消化酵素裏面嘅菠蘿蛋白酵素嘅成分咧，佢除咗消化嘅保護之外咧，其實好重要嘅成分就係話咧，佢可以令到我哋支援到免疫系統嘅能力啦，令到我哋一啲嘅炎症降低啦，從而可以支援到我哋關節健康嘅問題同埋免疫力嘅問題嘅。第二啦，除咗7種嘅消化酵素之外咧，我哋嘅 Rusana 消化酵素亦都加入咗焦酰芥精華呢一種成分喺入邊嘅。咁焦酰芥精華咧，其實最主要針對住咧就係我哋嘅肝臟嘅健康啦，二嚟就係增強到咧膽汁嘅流動性啦，同埋去消化脂肪嘅能力嘅。其實呢樣嘢亦都非常之重要，因為大部分嘅消化不良咧都係源於一啲油膩嘅嘢食嘅，而焦酰芥咧亦都加強咗我哋消化酵素嘅應用喺消化油膩嘢食嘅功能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嘅 Rusana 產品裏面嚟講咧，加入咗消化酵素之後咧，令到我哋一個更全面消化道嘅一個支援嘅，配合翻我哋現有嘅產品啦 ，Rusana 益生菌啦 ，Rusana 嘅 Fiber G 纖維素啦，同埋我哋嘅舒肝補咧，令到我哋成個消化道嘅支援咧就更加全面啦。咁今日咧我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